大哥。谁受伤？你呢？我今天跟我们讲说，去楼上搬下一人一只长官的。
刚好这边光害闪过去，刚好看得到。玩背给，不是哎、欸，正班的，你要看那边的动位啊，那边动位压过去都还得了。真笨，星巴克袂衰啊！
我手这个要三热身呢、啊，啊。那个这一队是洪文传说跟那个想不到吧，差点打破了。我只能用激烈来形容。
怎么办？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体验一下，我老爸给我骑我脚踏车来，快我都带回去。他脚踏车他现在外面没有锁，他被干就好了。Thank you.
多久没罚球了？不要啊！不要再加班了，不要。停手！不要再加班了。准备让他打球，打半天。哈哈，对。用休息衣啊，哎，用休息衣啊，加班都是衣啊。他已经连三球了。三球了，对了。他刚好摔了一个球了。被抓到了，被发现了。要吹多久啊？啊！再一分钟。要回家顾小朋友。再不进就新巴巴的了。你们还有一次暂停哦。好，也是跟彭兰一样，是五个人。你起码四五点进球赛，小学生五六投球啊，你怎么上班呢？今天。裁判加油！裁判，不是选手加油，是裁判加油。
等一下，记录台这边没喊，记录台这边。换人。放在人身上，这才是重点。他怎么又是你啊？毛高中那边还没暂停啊？没有，没暂停了。休息一下。没暂停了。有啊，这么有一次啊？爽啊！暂停。十一遍。妈妈，不要放过呀！没有，你要跟他讲说公斤要拿那个。你应该说西八哥解决我份，等一下。他、啊、如果锁不到就先放。对了。放过时间是多少？可是他们有没有暂停啊？放你。对啊，两天都没。你看看，你比今天罚球全部进的话，你看就赢了，都不用那么讲了。是呀，把它捡起来啊，没进的都捡下来啊。就是少了掌声，刚刚就是有。去。可以了。你们八分多钟就在加罚了，七分十三秒，七分真的比你哎一样啦，阿姑。进一场就好，不用进啊，不要进啊！四球，不要进，进卡了呀。